三個中產黨，今次我哋要講共產黨喎，咁啊會講一個新披露嘅共產黨員身份，就係馬雲。咁嗱，首先真係要直接問兩個問題。第一個問題就係、是，即我成日都以為啊，所有中國最出名、權力最近核心、最揾到錢嘅人都係共產黨員啦。咁有啲咩特別呢？第二樣嘢就係點解無端端拎依樣嘢出嚟講？馬雲做咗咁耐黨員，點解今日先講呢 ？OK， 你講中國最上權力最核心嘅人咧，應該都係黨員嚟㗎啦。但係以前因為唔准資本家入黨啊嘛，咁所以就幾時開始有？我記得有一年係江澤民時代，江澤民時代嘅時候，咁已經有十幾年嚇，咁啲十幾年嘅事嚟㗎啦。咁但係都冇乜特別嘅人係入咗黨，資本家入黨。應該咁講，資本家入黨咧。就是第一個，而家當然係你塊馬雲係啦。咁、但係咧，其實好多黨員變咗資本家咧，就係啦，好多已經係啦，只不過唔係例子又少，變咗唔係資本家身份入黨，係即係入咗黨之後先發達嘅。咁你冇辦法啦，係咪先？咁嗱，資本家入黨就係第一樣嘢嚟嘅。咁而佢呢個名單有趣嘅地方就係因為馬雲同馬化騰相擠埋一齊嘅。咁但係馬化騰就冇講係喎，咁佢特。佢其實係將所有嘅共產黨員都 review 啊，定係淨係特登 review 馬雲出嚟俾你睇啊？因為馬化騰佢個係有紅色背景，好深厚噶嘛，佢老豆係好係高幹嚟噶嘛，咁所以究竟係特登俾你知道馬雲係咩？咁有啲人就話：我其實話俾你聽，嗱做。其實而家共產黨都開放㗎啦，你就算發咗達，你都可以做咩㗎啦？我哋其實同即係喺個資本主義世界掛鈎㗎啦，咁就係有一定嘅宣傳意味，即係特登俾你。唔係黨員，你都可以喺呢一個中國嘅資本市場入邊得到肯定。應該咁講，當你只係喺資本市場得到肯定之後，你都可以做黨員。唔係黨員，你都生存得到呢、這個。唔係跟住，唔係你唔係黨員，你都入到黨。OK， 唔係咁。因為做黨員是有很多嘢你係有 privilege 我想褪後第一 big picture 就係、是，譬如我想首先講一講嘅，我認識有共產黨員。我在美國教書的時候咧，我有個學生自己的學生，很早知道他是共產黨。你很難認識不到共產黨員。係啦，即係全部成間學校都知嘅。咁其實唔係好神秘嘅嘢，即係大家都哇共產黨員啊，佢好似好神秘嘅嘢。一啲都唔神秘，有7000萬。有7000萬。大師，你可唔可以你知嘅應該比較多呢方面？究竟佢係咩人可以入黨？即係除咗佢係爸爸媽媽入，於是乎佢係即係多數十四即係90幾都合入啦。係啦，咁兩係咪？我知兩途徑就係一個就係即係紅二代、紅三代咁樣，一係就係可能係直頭係佢讀書咧。咁於是乎就喺學校嗰度個 recruit 嘅，咁係咪主要都呢兩途徑定係再？你好有成就咯，好有成就，或者幫佢做咗好多嘢咯。咁但係因為佢有好多係你喺體制外邊咧，會對國家即係大家初初以為馬雲係呢一種人嚟嘅，即係你喺體制外邊咧就會對國家嘅貢獻更加大嘅。即係當年司徒華想入黨咧，就係咁樣就係會發生。俾佢入就係因為覺得你唔係黨員，對香港中國貢獻更加大，對國家唔係對香港。OK， 冇對香港呢人。在中共方面嚟講，係冇對香港咧係作家，因為中共咧係一個好民族主義嘅黨嚟嘅。我咁講個結構咧，當年嘅時候 Comintern 咧，你讀歷史一定讀到啦，共產國際咧，共產國際咧係由蘇聯領導嘅。咁所以咧，中國咧從來中國共產黨就係中國共產黨嚟嘅，佢冇喺共產國際度即係只係幫手幫 call 嘅啫，係從來冇係共產國際嘅。所以台灣嘅共產黨即係李登輝嗰啲啦，台灣嘅共產黨咧。是屬於日本的，因為當時是日本分部的嘛，所以跟日本是一致的，所以台灣當年的共產黨呢是屬於是蘇聯管的，所以又跟中國那個有些中國是沒有他的海底，即是沒有他的名冊的，中國沒有他的名冊，即所以是只有蘇聯才擁有這些資料的。咁如果你咁樣樣講咧，咁就即係調翻轉去睇啦。就即係馬雲點解會係共產黨呢？既然佢話佢應該喺體制外更加有益，但係喺體制內都可能更加有益。係有啲人喺體制外更加有益，譬如香港咁係白區嚟㗎嘛，未解放㗎嘛，係咪先？即係喺佢哋心目中未解放㗎嘛，因為至少你唔可以掛。中國共產黨不可以正宗一個招牌在做黨員，黨員現在都是靜雞雞地做。但是為何他選擇這一刻去發放這個消息？他應該想他等他辭職，即是宣布辭職，說不再做一年之後不再做阿里巴巴的主席的時候，即是呢，我相信，但我不是我相信，而是啲評論話，我都是讀抄啲評論的講法。佢就我因為咧，佢力證明咧，中國咧雖然喺咁嘅狀況，佢咧一路喺度走緊資，佢咧就即係對資本主義係好
好擁護嘅，即係就算係好似馬雲咁嘅大資本家，我哋都照樣接受佢做黨員㗎。咁大家唔使驚啦，係咪先？即係你唔使驚，你唔即係因為而家講緊民企啊、國企啊、國出民進啊、國退民進啊嗰啲。嗰個就話唔做喎、啊。冇話係黨員嗰個就繼續做喎，咁唔係更加要驚咩？哇！你嗰啲都係你個冇嘅，我真係唔知啊！我抄嘅，好彩我話俾你聽，我抄嘅就我聽人講嘅真係冇錯。我咧就想拉翻前面講咧，因為我記得咧，如果講話咩共產黨員咧，香港咧就最之前有單新聞就唔係共產黨員，就係、是、講共青團，就係講話即係香港大學之前有個叫葉露珊參選學生會啊嘛，就突然間被人揭發係一個前共青團嘅成員。咁佢話：誒、哎，其實喺香港啲學生啊，十居其九啊，如果係大陸落嚟都係共青團噶啦，有啲咩特別呢？即係其實我哋頭先講過，即係入黨好多都係由國細個栽培啦。咁我身邊當然亦都識得好多大陸嘅學生係共青團嘅成員啦。但係似乎共青團嘅成員又唔一定係轉做黨員喎，即係好多人共青團中間就搣甩咗噶咯喎，係咪咁樣樣？你唔係搣甩，因為咧，你如果共青團咧，你係你要轉正噶嘛，咁但係問題你你個地位你都冇咁嘅需要去轉正，即係你有需要，即係譬如簡單啲嚟講，你做緊 cafe 嘅。唔係喎，如果我作為一個大陸人，我渴唔渴望做共產黨黨員？你應該點都渴望㗎、啊。你頭先話好多 face， 咁點解呢啲即係我講共青團嘅成員最尾都轉唔到咧？咁佢轉，咁佢人哋係等你黨分配，你做唔做啊嘛？唔係你自己，即係冇得你揀嘅。你可能可以揀嘅，但係問題我又唔好熟悉佢嚟講。但係問題有我識得有啲共青團到就都做到咩？咁我問佢：，點解你有冇中意共產黨員啫？因為都好熟嘅。佢話即係佢問過佢話，即係當有需要嘅時候，就自然會叫你轉啦。國家覺得未有需要，係啦，係啦，即係七國家需要你嗰啲係啦。唔係咁，當然亦都因為咧，我有聽過一個原因，就因為咁，因為你嚟香港嗰啲學生唔係最精英嗰啲咯。有啲唔係㗎，係啊，有啲自費嘅，自費嗰啲唔係一定。係即係如果係公費 top student， 以尤其是之前嗰啲你落嚟嗰啲，你一定係攞獎學金嚟到，即係國家公利嘅。喂，咁嗰啲梗係全部都係啦，你唔係咩？或者甚至咁講，去美國嗰啲全部都係啦。係咯，係咁。去美國最精英嗰啲全部都係歐美啊嘛。你屋企大把錢，哦，你讀書唔成，我而家屋企傍水俾你去嘅，咁嗰啲就唔需要一定係啦。嗱，依家咧時興捉鬼，咁不如我可以試下捉。嗱，我哋唔需要開名，不過我要講下，喂，喺香港嘅共產黨員，我肯定香港有香共產黨成員啦。通常有啲咩條件先可以成為共產黨咧？因為你話喂，司徒華都冇資格入黨喎。咁而家你話啦，喺香港，如果我話啊，我想揾一個人，即係我係中共，我揾一個做共產黨黨員，佢有啲咩條件咧？嗱，你聽我講，係司徒華唔係冇資格入黨。而係佢係有資格嘅，佢資格有餘。不過你喺體制外會更加好啫。咁但係依家香港都有共產黨黨員。同埋 ，OK， 司徒華嗰個年代係難入好多嘅。司徒華嗰陣時我哋係千幾百萬黨員啫，而家七千萬黨員咁啊，通貨膨脹，黨籍通貨膨脹係好少嘅啫。啲人而家成日都話個黨員翻做緊遮掩債嘅嘛，遮掩債係啦。咁你做黨員最重要係當然你做到嘢啊，忠心啦。咁但係你呢兩樣，但係你頭先嗰個朋友都係共青團嘅成員，都最尾都未有需要轉做黨員。咁香港有啲咩人係有需要轉做黨員咧？咁你老豆老母係就一定係啦，即係你老豆老母階級成分，即係你係最緊要，最緊要，即係特別喺香港共唔係你講全個共產黨維持住依一個，即係我成日都講共產黨戰無不勝，就因為佢嘅階級成分。同埋因為佢嘅世襲制度，如果你冇咗呢個，你就係一定死嘅。我講俾你聽 ，OK， 呢個你要俾少少時間我 overrun 到呢個，我哋都講。講嚟，當年國民黨去捉人打仗，一嚟嚟到，我揾到村長。OK， 同我村長講，嗱我要糧要錢，嗱冇要糧要人要兵，你俾兵俾錢我，唔得打下村長一身啊，或者咩夾佢啊，或者然之後咧。然之後咧就去，然之後就去見到真係請唔夠咧，搶下佢啲糧啊，或者逼佢啊。然之後咧跟住就去要交數。然之後咧見到一啲兵啊，有啲無端有個農民咁啊行過咁啊，哎請連捉佢當大夫。揾繩拉住架，揾係啦，跟住咩就嗰啲人一有機會就即刻逃翻啲鄉下噶啦，係咪先 ？OK， 啲國民黨精兵你讀你先啊，咁共產黨精兵係點嘅咧？一去到捉個兩個村長出嚟，鋸咗村長先，大家嚟分地，分曬啲田。清算地主，係清算地權，慢慢嚟嚟嚟 ，OK。大家分咗地啦嘛，咁我攞曬你啲名冊啦 ，OK， 咁你個前線個子弟自然會出嚟打仗啦，你冇得走，佢唔使捉個農民，佢唔使捉個農民，直情啲農民自然要打仗，你分咗地噶嘛，咁你自然打仗啦 ，OK， 佢個共產黨，然之後你走咗就收咗你啲地，咁你一定唔走得，唔係收咗你地，係捉埋你老豆老母全家一齊去，全家槍斃，所以冇人肯走，OK， 仲有一個更加厲害嘅招數就係你。
戰死咗，前線戰死咗，做烈士。OK， 哇！你知烈士後代係幾勁啊？江澤民都烈士後代啦，係咪先？烈士後代全部入學，入學即係話通常，譬如你做一個警察，做一個咩？所有嘅國家，你死咗之後，最多都係有啲恩恤金啫。係可以耗完同埋可以葬禮。但係只有喺共產黨嘅制度。你瓜咗，你做烈士之後福利更好，好過你未瓜之前。即係死得越多親戚，福利就越好。冇錯，剩翻嗰啲就越好。咁所以嗰啲人冇人敢射，因為你如果上面一逃兵，下邊就乜，下邊就你嗰度就捉曬坐監，然之後就大鑊。嗰度死戰死咗，就全部福利咗，就好多烈士之後。大家心裏邊都想你快啲戰死。冇錯，有啲似黑社會嗰啲咁樣，安家費咁。黑社會有安家，但係你唔係呢個安家費係入幣，安家費就入幣過啫嘛。而家成世兼且你啲仔女升學，係個 record 寫到你個孫你個咩嘢係全部都有 record 嘅，所以先至共產黨嘅血統制度係共產黨戰無不勝。所以點解麥克阿瑟見到話點解死一百萬都唔驚啊？因為佢其實嗰啲唔死唔得噶啦，係呢個去到唔死唔得個地步。所以呢個係佢共產黨戰無不勝。佢如果冇咗血統嗰個階級，咁你就崩潰噶啦。你成個制，你成個制度崩潰，你個老豆，所以我話我成日都話我唔入得共產黨，因為我冇仔女，我好蝕底噶嘛，係咪先啱啱啊？有仔女先可以入，係啦係啦，係嘛？咁所以佢係冇錯冇錯，你入共產黨，你自己好多都係自己唔自己。咦？咁你享受又係喎，即係依家香港嗰啲地下黨，如果諗起幾個，全部都有生仔喎。即係有仔女又喺香港都會做地下黨員喎，即係惠及後代。著數好多，你自己有好多捱足一世，佢會益翻你個仔，益翻你個咩？你睇見好多，你睇見好多，我不開名，大家諗到嘅。喂，你睇下自己做嗰個乜鬼嘢《文匯報》《大公報》啊，嗰啲乜鬼嘢？喂，然之後咧，皮幾嘢一個月住三百尺屋啊，但係佢肯定有飯食啊，自己即係做緊咗。你唔好住咩？佢冇無端端炒咗你，佢冇炒咗你，你一定一世飯。然之後。點解佢哋可以個仔女要去外國讀書啊？然之後唔覺佢哋自己發咗達嘅喎，但係就啲下一代就有啲全部外國讀書啊！然之後跟住無端端好容易發達嘅喎，佢哋嗰啲明唔明嗎？即係所以共產黨，我唔能夠話呢個制度係咪優越或者，但係至少佢呢個制度出到嚟嗰個係個競爭力係好高嘅，至少喺之前嗰個年代。喂，大佬，咁大家咪搏命做嘢咯？你呢代唔得，依你啲仔女，然之後原來你係咁樣樣嘅，即所以佢成個血統論，即佢點解血統論其實就係話我啲紅二代啊，嗰啲叫做咩嗰啲紅太子黨，太子黨其實就係佢哋太子黨，只不過係因為佢哋老豆老母嘅功勞大，所以佢哋做太子黨咧。但其實每一個人都可以做太子黨啊嘛，即個功勞，即成日唔明個太子黨係點，係每一個人都有機會做太子黨，因為咧你知道老豆老母立得功多，咁嗰個成個寶成個寶越嚟越厚，越嚟越厚，越嚟越厚。哇你死幾個咁樣，哇咁嗰啲咪咩咯？我識得嗰個人即係嗰個人話佢哋做喺福州首富家族，喂佢話。冇噶，佢哋成日都捐啲飛機啊，捐啲又戰死一又揸空軍啊，抗日嘅時候戰死咗幾個啊，因為共產黨將抗日嗰啲嘢都歸埋自己噶嘛，嚇抗日嘅時候戰死幾個啊，咁於是乎你就好容易下邊就會變咗，佢話佢哇真係乜都有，即係話可以做銀行啦，可以入股銀行咧嘛，可以入股，可以做銀行啦，可以做做大學啦，都得嘅，即係明白你當你祖先即有任之後咧，後世就福噶。呢個共產黨佢真正嘅秘密喺度。嗯，咁去到最尾啦，我想問啦，因為咧之前咧中共係咁打呢一個騰訊，咁又打呢一個即係總之嗰啲電商啦。咁而家我講啊，公布咗馬雲係共產黨員，馬化騰唔係，你覺得會唔會有啲咩影響？我唔認為馬化騰唔係咯，係即係佢只係未公開啫。你覺得佢冇講馬化騰係咯，佢只係嚇。但係問題即係你去到咁高，佢有 privilege 啫。但係你睇見薄熙來都可以好大鑊嘅，即係唔係係共產黨員就真係完全一定一帆風順，一夜寫去到做到咁高級。只不過應該咁講，你係共產黨員。你有權利，亦都有義務，即係你，但係你冇個風險亦都好大。即係身為共產黨員喺中國嘅話，佢嘅危險程度係可能高過一個一般老百姓。係嚇，即係以前蘇聯啊，咁周時都會有咁嘅狀況。你就被清算就係首要目標啦。係啦，冇錯。咁但係問題，你都有咩？亦都有高風險高回報，就係共產黨員嘅一個責任與呢個權利。係啦，好呢一節去到呢度。